义的国人。日本指定文化财保存管理的大使田神社，原为一座古寺庙，位于天王山的枫树林间，据说创建于日本孝廉天皇的时代。相传古代天王山中住着危害村民的恶龙，村民们于是求问神明，并因神明托梦指示，借助神力击退恶龙，于是为感念神助而建此寺庙。后来在日本政府神佛分离的政策下，于1870年将寺庙更名为大使田神社，同时护摩堂、钟楼、观音堂等佛教设施也全数遭毁坏，留下的佛教式山门则在神社中见证着佛教曾于此地驻足的时机。穿过枫红叠印的大使田枫叶谷，沿着石阶拾级而上，古老的门楼建筑以厚实的原木结构微微屹立在历史的风絮中。在洞口那边拍，枫林里除了被列为文化景致的3000棵山红枫之外，
珍贵的杉木也挺直着躯干，昂立群峰中香雨争天。妈妈那边吗？在哪边开呀？夫妇的。哎，不是走那边了，喂，少爷呢？对呀、啊，你肯定爬上去。众人沿着陡直的山势，踏上层层石阶，逐步登高。遇有水塘石林，海涛法师总不忘施予慈悲甘露，广结善缘，愿众生得解脱。终于来到位于山顶的大史田神社，众人以日式佛教礼仪净手濯口之后，于香炉前点燃线香与药师香，然后燃香祝祷。反音叠起，慈悲的海涛法师手持招请香，沿着神社周遭普作招请与祝祷。在慈悲的祝祷之后，众人随法师合掌回向，愿法会功德则披六道群灵。善业回向有情众，愿诸众生悉成佛，积聚一切诸善根，唯愿自心得成熟，二障清净资良缘，长寿无病正悟增。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国家社会恩，上报所有众生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下济恶鬼苦，下济畜生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以此功德，回向菲律宾风灾所有罹难者、受伤者，罪障消除，永离三途，同生净土。回向日本国一切吉祥，佛法普传扬。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一心感恩大史田神社诸大护法善神同享功德，同发菩提，同成佛道。好，大家健康满愿，阿弥陀佛。
回程途中，慈悲的海涛法师特地来到山间墓园，以慈悲甘露米水为天王山祖灵社的历代舍司与六道群灵普作甘露施食。暮色里，众人随着法师的梵音与梵行，回旌旗，转法轮，在慈悲的回向中，愿借佛法的殊胜功德，慈护一切有缘众生悉得解脱。那个军，慈禧太后在历史上的定位应该是牛棒，牛棒是吧？牛棒是吧？这只帮我吧。那小啊，车啦车啦，那也爱哈。树朵朵是季节里经手的庄严，姹紫嫣红，调柔成风景里的诗篇。日本是一个善于说故事的民族，许多神话故事乃至宗教信仰总不离对大自然。